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对姐妹，她的名字是郑金华和郑英美，她们的故事让我很感动。因为他们照顾破病的哥哥跟妈妈，哥哥有视觉失调症，妈妈是中度的失智症，也已经86岁了。失智的状况常常情绪无法度自己控制，也烦恼说妈妈放他一个人会怕胖见，所以姐妹啊决定要把哥哥跟妈妈接来大斗阵，斗阵给他照顾。皮是无，哎呀，听下哦，赞。那是彩色乌白。乌白哦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紧听哦。看卖啊，是乌白啊，彩色的。因为你一直是，它是重复性的动作，反而没有让它动。那你提醒它，可以不断的让刺激它，不断的去思去。想去注意眼睛看手在动，他的记忆力已经恢复到2-3岁的那个样子了，他就只记得一点点事情而已，那真正的事情他你刚做完他就忘记了。每礼拜，郑金华甲哥哥会带妈妈去环保站。其实妈妈伫破病进前，已经伫做环保啊。因感觉妈妈会当行出来，做一寡伊习惯的工课，对身体较好。我就我放淡哦，放淡哦，好啦，无紧，等下再换，咱来变色。我妈妈是大概10多年前啊，煮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是，有时候太咸了，有时候没有煮好，她会忘记，找不到路，就走很久才走回家这样子。去接受检查才知道她有中度的失智症。这间啊，这间哦，好啊，你开电话。因为他会有这种，他担心自己，就好像小朋友他尿床尿湿了，那他会有这个湿，有控制的状况，会有时常会有这种情形，所以我们后来就给他穿着，复健裤这样子，但是他还是会觉得我尿下去了。进去厕所10次，可能有8次是没有的。阿姐让他去啊，他走了，哎，会坐下来坐没几分钟，哇，碰溜溜去啊，他从很多岁，然后现在回到3岁、2岁、1岁这样子。来，阿妈，你今麦你从哪样在？我讲你今麦你做什么？你做宫殿吧，你也知道你做宫殿，这就是宫殿。啊，你有介意来家不？我无遐多啊。安怎讲？上带你来，上带你来。那么阮早见过。那你带他出来是一种社会行为，医生也是觉得这样子他不会一直退化，对他们来讲，你越让他睡，他状况会更严重。对他退化的速度有减缓？有啊，好棒哦！他说很少碰到中度的可以维持10几年，很少，所以我觉得很棒啊。本来哥哥跟妈妈斗阵住，自从妈妈破病，哥哥也得到视觉失调症。妹妹郑英美为着要照顾因，决定接因来家己的厝住斗阵。
13号，对不对？有啊。啊，你早上还没写哦。早上有写，这边的，真的。要写自己小区。哦，那请他写一下。我今嘛哦，阿小佩也不傻傻。哦。在工厂内底无用的是妹妹郑英美，虽然已经从工厂交予囡仔经营，啊，不过内底工课真侪拢真复杂，伊拢会看头看尾，关心一下。其实我们这个是铝哦，就是我们很多回收的罐子，这种东西其实这个都可以下去用，但是因为现在讲求的是比较干净。不会把那个丢下去溶了，不然那个丢下去就可以溶下去。然后这个600多度，哎，这才办法把那个东西溶下来。他做出来的那个料头跟那个不要的东西，他就用折的，就放在桶子这边。然后这个就是好的。其实做那个工作很热，然后早期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，我都要下去实际操作，所以是很辛苦的钱嘛，因为很热，因为温度很高，夏天这3-4个月真就是在烤箱里。妹妹是头家，在工厂爱看头看尾，这是郑金华。对待了等在台湾定居了后，也住在这上班，因为他过去在台料做生意10几年，可以用经验跟妹妹到三工。因为他双色印刷，你看这里是双色印刷，他的定位的印刷的位置是有一定哦，就是两个同样都是印刷的位置，你要怎么样他们才不会印刷错误，就是位置错误。我在做一些就是让产品在生产之初跟中间跟最后不要有出错，然后会有一些标准作业指导书啊，或者是产品识别，让一开始没有人为的疏失把这个管理做得比较好一点。就外面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铝合金压铸，就是一些它一个大型的机器，压铸机器，然后它的原料是铝合金跟锌合金有两种，只要适用的，有些用的汽车的零件啊、监视器啊，甚至比较耐用的，压铸以后呢，它可能会经过烤漆啦，等等，专业的尝试我是没有，但是管理的部分我比较可以知道，那可能有些是小细节。有些事你要有耐心。这谁买给你的？妈妈买的。哦，好。已经3岁早孙啊，因为破病无法度上课，所以郑英美伊甲工厂教囡仔经营，家己来照顾查某孙啊。不管去多位，查某孙啊，拢会插在身躯边。你看，跑出去了，对吧？这时候都在陪他。我们带他去的地方都是人比较少的地方，对。为什么不能跟人在一起？他那个血癌，对。然后他还好是那个淋巴型跟那个骨髓型的混合型，所以暂时治疗是，暂时目前治疗起来是算是可以。照着一般的程序，不用移植。对，他现在就是不能跟大家在一起，他就是他会比较容易抵抗力不好，所以他必须休学嘛，在家里。然后你一定要陪他吃饭啊、玩啊、睡觉啊。啊，到了下午几乎下班交给他。小姐，你没有吃饭哦，没有吃饭就没力气怎么办？小姐怎么办？先收起来，你要玩那个对不对？来，这个先收起来。啊，你吞下去了没？小姐，我们那时候也有请外劳来照顾哎，然后就是保姆的话，啊，我感觉我可能没创啥嘞，我好像还可以帮忙做一点事。你叫保姆，其实有时候你还是要在这里哎，除非说你刚好有事
都不用，都没办法在家里。如果我都是像我们这样都是在这里的话，你也是要偶尔会看着他，那好像人家在监督人家，那是不是怪怪？你要去坐哪里？你跟我讲。我也尴尬，就是那写的行动，那要个外头叫狗，要坐着，阿妈才就自己照顾啊你。等一下妈妈会来哦，妈妈来喂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妈妈喂你好不好？哥哥啦，姐姐现在一直在帮我，他们是在让我轻松一点，可以专心照顾妹妹啦。不然我你看又是他又是他，我没办法呢。这个是每天一天早上吃这个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个每天两餐呢、啊，早晚吃的。这个失智的哈，你如果没有控制的好的话，他会很快就跌到这个河，他已经。快十年，像你快十年吃这个药啊，哎，这个算是很好了，已经跌到这种程度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对不对？这好像是阿座。对，这是阿座，对，你好棒哦，这就是阿座，你看看阿座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比较后来的啦，这个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。年轻的时候、啊哦、看到了呵呵，他抱着我哥哥跟我妈妈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妈妈，这样子。我爸爸他是做男装西装的，然后我妈妈是做女装的洋装。然后我只记得印象里面，从小一放学回来就是要拿针线一直帮忙缝，够点。我们小的时候没钱，都是哥哥拿零用钱给我们花的，不然他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。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钱过，都是他有钱，一挤门妈妈来，都妈妈偷偷塞给他的。有可能妈妈还是爸爸给他，因为早期人都是重男轻女，兄妹啊，虽然互相不慰，可是能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多，上班时间很少，讲话没时间讲话，感情了解。对啦，讲，多一个要载什么载，哦，你今仔你去遐，我来去，啊，就讲讲就算。对啦，重点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赶快要干嘛。哇，所以你们互相不慰都是靠默契。就常常就日夜都在一起呀、啊，关系啊，日夜都在一起，就是有空就赶快讲一下，就赶快要工作了。哎、嗯，这个是我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的孩子，为什么要贴照片？你的椅子哦。这一样。饭跟菜打在一起啊，这样子消化比较不好，没有那么快了，那么好了。这已经打很久了，打了好几两三年了。还好他现在还是记得儿子，所以他们两个陪伴很好，我都不觉得。让我哥哥陪他，我会觉得啊，至少我们三个可以轮流。他觉得哦，儿子在那里，他安心。所以，你不会吃醋吧？你们姐妹不会吃醋？不会不会哦，我觉得好棒哦，他们两个至少互相依赖啊。啊，我又不用担心说他一个人，等一下有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不会，我好开心。跟着他从头跟到尾，消耗体力了。后来晚上他都会睡不着，都会走来走去。他现在比较躁动，以前没有那么样，慢慢的越来越坐不住了。哎呦我的！
不会很累啊？没关系啊，已经习惯了。知道，因为观察，慢慢观察，跟我妹妹我们三个人这样讲一讲啊，就知道了。就说赶快怎么办？谁辛苦？谁辛苦？叫啥哦？我该啥来听来，好来听来。你衫摕落。都摕啊，拢摕啊。你要洗啊，你要甲洗啊。你甲洗啦。我也洗。你的口罩拿起来吧。你可以哈。可以可以。啊，等下出来，我再甲伊，你冲滴出来，好吗？哈。好啦好啦。啊，你记得哈。好。哎，两个你看，因敢那安尼情侣有没有？你甲看你行真好。啊，那我有时候我会睡着的时候，他至少要起来，我看到儿子在那里，他也会安心啊。给我吹风机，给我，那你洗吧。来吹茶壶。哦，来茶壶，你吹。休假，放在这呀，这样吼，看一下。有没有洗到？没有洗到，你就赶快带他再去补洗啊！妈呀哟，嘿，这都会长啊！你讲看卖啊，这都会长，什么都会长。照顾妈妈的失智的情况，如果我们认识的多，我们知道，自然我们心里就会有调整。哎，你要去倒，你要去倒，你等下。我来跟踪啦。无啦，你要再等恁后生啦。他跟我们的这个玉玲啊。两个年纪好像就是一样的，他们两个真的是交错年龄了，所以你就会看到，其实这个我们对他认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对他生气，不会。哎呀，衫还未收呢，要来披衫呢，要来披衫呢，来行。你哥也是有衫，在伊面迄间，啊，你围穿的。哥在困啦，无爱穿啦。无定打嘞，爱摕起爱收起来。我袂讲，有影啊！你去批个，你袂记个，来。像我带着我妈妈出去，我妈妈会，我放了一杯水，她看到我放了一杯水，我喝，她会跟着我喝，对不对？那，你她就是学你的。在吃东西，我后来也不跟她这样说的，我就让她看我咬。然后看到我咬，他就会跟着咬。对，但是这个我要慢慢教会我哥哥，因为他陪伴他的时间比较长，那他会用我们一般的方式就跟他讲：“你妈多吃，你妈的。”他用他的一般的方法，但是因为我知道他会学，他就是像小朋友在学，所以我要教会我哥哥陪他这样子。平常时，妈妈拢伫个日照中心，礼拜都规家伙啊做环保。郑金华讲，会当陪伴因两个，家己阁会当付出，是上好的安排。外面那层膜是不能回收的，这层膜已经没办法。所以如果要回收的话，我必须把膜拆掉，这个才有办法有回收的价值。这即马伫做这個，要安怎做？阿桑教你教，你教我。他那个有保鲜膜、保护膜要自己拆掉，亚克力他不收。哦，所以你先把它撕起来。哎，是要让它这样比较好撕，不然呢，它没有东西做就会乱跑。小奶奶，你有两个早干，一个老宅。他在笑啊。啊，来妈妈，你安尼来，安尼，让安尼，运动，来，安尼，哎，安尼，手我嘞，来，这个，困啊啦，我爱做啦，安尼哦，真嗨，那一直叫你做啦，要安怎？你看这只狗啊，你看，伊在甲你叫啊嘞，有无？来，你看，来，啊，你吐看嘛，看你会吐得起未？来。骗囡仔，啊！你嘛是囡仔嘞，骗囡仔，能做多少就算多少，你不能
依赖啊，不能依赖药物啊。而且你可以很单纯的让他做这些事情，又可以给妈妈有很大的一个那种活动空间，然后对他来讲是一个好事，因为他就不会同样一个时间他可以做这些，这是一个好的事情。那如果说你是一样用药物来控制，对他并不是好事。所以这是加了100分跟负的100分，你当然是往更好的方向去对他来讲。你看多好。姐姐在教妹妹。好棒哦！我说为什么后来，我想说我来这边会比较自在一点，就是说他可以看到跟他同年龄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会跟他好像更接近一点，他有找到跟他年龄同样的，他会不觉得自己是。啊，他们互相，你看，把那种赶快来嘞，让马龙做干嘞，他就不会觉得。第一个是那种同理的方式，所以我后来觉得很好。你做这环保是要甲捐出去哦？做义工啊？哦，要甲这物件捐出去就对，捐给别人哦。做义工要捐给别人啦。做囝对你最友好的啊，好生嘛最友好的吼。这你也这敖生，哈，你哪会这敖生啊？生囝这敖。郑金华讲，照顾妈妈，袂当让残存囡仔安尼走来走去。阿妈要注意哦，袂当让伊跌倒。虽然陪伴照顾的压力嘛真大，因三个兄弟姐妹拢是真用心陪伫妈妈身躯边，要让妈妈上好照顾。基本上，我们的员工都是一定要把他们的一些罐子放这里，然后不要的纸张先放这里。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礼拜五晚上就把这些回收的东西，姐姐会去那个家治嘛，她有时候礼拜四就再走，然后这个纸张的部分我就会整理起来给一个阿伯，他说他的小孩也是在就学需要用钱，我说那没关系啊，就让给你带回家，不要浪费就好。